全自动七彩式骆驼，又能自动又能吃动，那岂不是爽死了？有道理。金融地图要吃满6666分，开局就在加速带上，而且上面还有这么多的五分豆，我们根本不用动一下，就这样静静的等待吃够6666分就好了。地图一分钟过去了，现在怎么才191分啊？想着不用自己动手就能吃到，没想到这速度比蜗牛还慢呀！我受不了了，干脆跑算了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好不容易来到了下一关，这没豆子也就算了，我们还得干等着慢慢下去。这时候就有人说了，你跳下去不就好了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它这有空气墙啊！造孽！只好被作者死死硬控在这儿了。总算是到终点了，原本说好的自动图自动吃豆，可最终的结果我还不是得自己吃吧，而且可以带着无限五分豆，又是被硬控的一点呀。终于是解脱了。